都是来生现实中的。那看到杨超，杨超嘛是这个，哎，他们老早的呀，没重视着咯，没建设重视起，你车上单独啊？哎，街上不是你车上谁？那个他们老早拿了水下的船舶的，那个水里的皮子啥呢？他们老早拿水不打上，那得托牛下山的送下去。那是全部的。嗯。俺们老早说的啥呢？啥呢？我说创始，创始，快叫，快叫嘞！这个如果搁这有个有没新嘛？我讲，哦，行。街上还不晓得，我说。